我们相当感谢彰化基督教医院啊，第一次来举办所谓的台语跟英文的一个发挥，我们一些传教士，还有一些美好的彰化基督教医院很好的历史的精神，来让我们的小学生、中学生以及高中生来认识台湾的土地跟它的人文。那我们知道语言是沟通的工具，所以包括华语、台语及英文都相当的重要。那借由这次的活动，更能让我们的学生在功利化的一个社会，在世俗化的社会里面，能够更加了解什么叫爱自己、爱别人，以及爱我们台湾、爱世界。那希望借由我们的蓝医师、我们的谢伟医师，以及很多的一些宣教士，或者一些对台湾很有爱心的一个医师，能够让我们这些学生能够从他们的人格当中作为他们学习的典范。那我想这次的报名相当踊跃，那每个学生所准备的也相当的充分，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精神一直的传扬下去，让台湾越来越好。谢谢大家。彰化基督教医院2023年语言竞赛活动成功。